白菜切好了啊，炒个菠菜。俺四叔呢，不好吃肉，再炒两个这个硬菜，大大的辣椒全当这拿味儿啊。啊，叶炒了都些好吃是吧？就是清炒这个白菜好吃，啊，放点醋，放点辣椒。你这蒸啥菜呢？大鸡蛋汤。啊，菠菜鸡蛋汤。啊，中。出锅了，来点溜边醋。周末四叔炒这白菜。啊，你二哥一说比饭店的还好吃了，真的啊！你自己搁家生了做饭了，没事搁这来吃都中，只要我在家了，啊，自己知道了生活是吧？这做鸡蛋汤啊，盐味咋样啊，是吧？比饭店还好吃啊。中，饭店里没这个菜，哈哈，忘了长点粉条了啊。第二道菜又开始了啊，清炒菠菜。叶哥这个切的梗太大了啊，这个不是中间切开了。俺家熬的是菠菜鸡蛋汤。你这个菠菜好的了啊！饭店咱不去了，饭店不去了。嗯，啊，管不？有味儿啊。饭店这些菜，那熬好不了，俩菜都出来了。啊，凉酒一喝还是不熬。这还有一筷子了，别舍了，是不是？好不容易炒出来了，嗯，开锅了，这鸡蛋汤也好了。北京二锅头。是北京二锅头。你别喝真下了，是不是？都弄这个二两酒吧。中吗？中。少喝点活血了，喝了走路可不中了哈。啊，反正没啥硬菜，简简单单了。硬菜咱不吃。这请你来炒了馍，这是咸菜。咱不吃硬菜。啊，尝尝这菠菜炒了管馍。行。房间里没有这，你说。那，真香啊！好吃的了。一会我就是能喝，喝吧，喝吧，四叔，弄点这天天喝了多，啊，光喝酒那没时候，吃点馍上去吃俩馍，再喝又多喝半斤。这饭店，你说饭店吃的，你要往哪点呢？我这两天是不喝了，戒了，吃点饭吧。四叔，你先吃个馍啊。吃个馍啊，那马上先去了啊。俺家熬这个啥菠菜汤也好喝，好喝，这是尝了馒头，这是铺成了高馍馍，啊，人家说这叫杠的馍是吧？啊，我看有人说这叫杠的馍，我也不懂了，反正吃的些香，俺这馍好吃吧？好吃啊，好吃，回来我到路上了再给你捎来点儿。星期天没吃饭吗？是吧？没有，饿回了。饿回了，那你一个人那确实不好弄。哎呀，多吃点蔬菜，晚上少吃点儿，就不会胖。你吃饭锻炼。那都去了挺好的。哎，不倒了，四叔。哎，没事。不是，别喝醉下来。一点不喝了。不喝了，哎，喝了两顿钟吧，想喝有啤酒，给你拿两瓶去。那就后边。啊。不叫喝了哈，不就不叫喝了。不喝了。啊。再好也不叫喝了。喝了不上头啊，喝人家酒咋了？少喝酒，多吃饭啊！得买瓶饮料喝，喝了转难受。不是你去那去吧，啤酒拿瓶喝中。
回来时候啤酒没了都剩人这一片啊，我得喝一杯啊。啊，嗯，你不换个杯的？不换。啊，中中我喝一杯中中。嗯。咱不能靠着喝，叫人说了没成谁，是不是吧？啊，青岛不倒你不倒，雪花不飘你不飘。背了我是戒了，不喝了来后头。你看我喝这不带个的啊，好吃。嗯，啤酒了知道完了喝一杯。乐不去了，哎呀。你请你来时候搁家喝了点儿没有吧？没有，没喝。我看你这是那酒味儿啊啥的。我到后头来了。啊。啊，你这会不用担心你那个三轮车，这会都没有人偷东西了。没呀。我吃的我这味儿多不是？这不保护的哈。你这个车你忘了不？嗯。这电瓶儿，你没我这个电瓶儿架的硬着呢。菜都吃完了啊。嗯，味儿差不多吧，是吧？啊，要下饭的饭店专家，你给他吃点呗。壮壮，你说吃来时候我搁家给你炒不壮？嗯，想吃鸡肉，给你炖个鸡肉。别下饭店。啊，饭店不吃，他那玩意儿跟这一样。嗯，他那都公务店。是，中，吃吧，吃了我收拾收拾碗。嗯，咱歇会儿吧，娘。啊，搁这碗收拾喽，刷干净。家里这个水管，冬天好冻，这还不咋冷了，还没冻了。